可是没有好球，哎呦啊，打在屁股上。嗯，那个投手觉得就拍谁。接下来将枪下接第二棒，号李正壮。这个应该不痛了哈、哦。对，而且还甜在心里，也常常有美记啊、哦。哎呀，这故意被打的哦、嗯。现在要跟同学抢这个联络方式，是不是？是。由李世腾啊获得了出生球的。哎呦，哇，打到了，削到了、嗯，对对对对，削到了后方的屁股上。哇，又 K 到了。那个第一轮四个人被打到，对。张毅的第九棒是刘彦齐。好了，球友节目前球出的是没有好球，哎呦啊，打在屁股上。嗯，这个投手觉得就拍谁。接下来将枪下接第二棒，号李正壮。这个应该不痛了哈、哦。对，而且还甜在心里，也常常有美记啊、哦。哎呀，这故意被打的哦。嗯，现在要跟同学抢这个联络方式，是不是？是。由李世腾啊获得了出生球，能使得三垒上的跑者的邱佑杰回到本垒得分。哎呦，哇，打到了，削到了、嗯，对对对对，削到了后方的屁股上。哇，又 K 到了。这个第一轮四个人被打到，对。第九棒的刘彦齐啊，现在上到一垒，回到第一棒，背号六号邱佑杰。又满垒了。哎、欸，好像打到还是没有打到的话，当然就是爆头，比赛进行中哦。那要赶快捡，投手也忘记，但一垒手不错哦，一垒手有来补位，哎、给一垒手鼓励一下。是，一垒手是背号十号的黄汉邦。对，因为裁判好像认为是没有打到。是是，那张毅的打者哦，好像有表示了一下说，是不是有触到身体哦？那现在这样子看，好像没有触到还比较好，是得两分哦。你触到是死球的话，就是只能得一分而已啊。一好球，一坏球。这个球出棒打成了界外。这个郭嘉瑜加油哦，他投进来的球，其实以我们专业在看的话，真的张毅现在是打不好的。是是是，太慢有抛物线。对啊，对。